来拍照啊！在哪里睡？就回到吧。那明天下午就吃饱就回家，回去上班去。中秋节就不在家。 对啊。我知道啊。他没放。我知道啊。他不留意。我已经分师兄。 在我皮肤吧？啊？没有。我是建议弟弟看皮肤。很难呢。干嘛？这样。